电影《青蜂侠》是周杰伦进军好莱坞的处女作品，而最近呢，在西班牙也举行了造势活动。周杰伦说啊，希望透过电影跟他的音乐，让所有观众都认识他。I'm Kato. I'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. 即使到了电影里，周杰伦还是酷酷的。他在《青蜂侠》里饰演男主角雷布利的助理加藤，不但是位武器专家。We'll need a car. Not now.But no tights. Good. 更是功夫大师。戏份超级吃重的周杰伦二号在西班牙出席电影记者会，跟男女主角塞斯罗根和卡麦隆迪亚兹没有什么互动，但是讲话还是很有周氏风格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哦。那我觉得。不管在西方有没有人认识我觉得，这是一个开始啊。我希望，之后如果大家知道我的话，可以慢慢去听我的音乐，这是我的愿望，就让全世界可以听到我的音乐这样。有动作，有搞笑，周杰伦的荧幕处女作日前在美国进行秘密试映，他的演出受到不少好评，就等明年正式在台湾上映，让观众也来评评分。